您的航班被取消，需要您确认。最后一次通知你，刘女士，您的房屋装修现阶段需要支付人工费用，请现在务必上交。赵先生是吧？您上个月的医药费还欠着呢，请现在就补上。白先生，我们本店的外送员因为今天休息了，等下我会派共享送餐员去给您送餐。嗯，对，今天只支持网络付款。啊，那个待会儿啊，我给你发送一个链接，然后你照着链接点击确认，然后吧，点进去之后就会自动付款。啊，对，然后您接着输送你的地址就可以了。哎，好嘞，再见。华哥，还不下班呢？刚才用的那个外卖那招很厉害啊。那行吧，你觉得厉害你就学着点儿。那可不，那可不，我们以后都靠着华哥混饭吃呢。那加油，华哥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嘞，拜拜。华哥，拜拜。华哥，拜拜。您给我的名单我已经完成了，然后您看您能不能把工资发给我呀？还剩几个没完成啊？还剩一个，那个没法完成。小李啊，咱们不是说好了把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再给你发工资？我爸他旧病又复发了，然后现在急需要用钱做手术。哦，这么回事啊。老板，我现在真的特别需要钱，我真的特别着急。小李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咱们当初明明白白都说好了，你做完工作我给你发工资。难道你们家里从农村来的人遇到事只会求别人？嗯，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农村人怎么了？农村人就没尊严了吗？我爸就是被传销组织害的，所以现在才落的病根。尊严？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尊严？干我们这行的谈什么政治？开他妈什么玩笑！我跟你不一样。不一样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这个没人性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干了。从今天起我不干了。喂，你好，我要报案，在祥云街56号静石小区2栋，有人被传销组织控制，人数不清楚。我也知道一个叫白先生的人被控制了3个月。嗯，请你们立刻出警。举报一个诈骗团体，其中有个人的手机号是175-5424-2391，刚刚这个人很可能报警说了一个不存在的地址，还说那里有传销，他是个骗子，他骗走了我很多钱。警察先生，请出警吧。